在台湾早期做乡业形成的嘉义市内安分乡社区，今年是得到嘉义市政府社区营造点精选阁有辅导计划来补助经费，培育着在地子弟踏查史料，发现文化资产，维度记录。日前因在老字号的吉祥路社登现成果，包括嘉义市长吴敏辉、前监察院议长张柏雅拢亲自到现场来参加，都是来邀请大家到老家周边的快意生活村、阁有嘉义祭祖所等等的历史景点来找宝。内安分社社区文化资产风查成果发表会日前在吉祥路社登场。在社区森友会交报之后，市长吴敏辉和前监察院议长张柏雅特别模拟游客的身份，在路社的柜台办理 check in 之后，搁再到旅馆的地下室来参观着画作和相关展览。社区主题将家己所发现的精彩故事，用画图和明信片记录下来，充满在地的情感和温度。吉祥旅社已经超过50年了，但是它临近从过去的繁荣到现在，我们的女主人们，她们还是依然保持前一代的热诚、真心的接待，这样的款款接待，也就是嘉义人的精神。款款接待的热情，虽然旅馆不是像现在5星级这么样豪华，可是让你有回家的感觉。从今天开始到11号。10月11号，你只要进来，你可以来 check in 一下，我就打个卡，就会送给你最美的他们社区所画的明信片。每一张明信片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，你可以慢慢来体验，来体会一下。也谢谢女主人，她热心对你的接待。那我们希望呢，来到这里，你可以住一个最好、最在地、最有意义的旅馆。你可以来尝试看看，这是真正的有真正的嘉义人的味道。那我最后再一次感谢社区理事长大家的用心。内安分社社区文化资产风查成果展示，对即日起到11号为止，在吉祥路社展出。成果展场地选伫咧老路社的地下室来举行，有社区文化将要破土而出的意象。成果活动嘛，发行伫社区学员手绘的明信片珍藏特组。参观的民众会当体验大饭店的感觉，嘛欢迎对着内安分社社区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做伙来参加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小山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今年10月的嘉义市夜晚，多了一点期待，多了一点陪伴，更多了一点浪漫的气息。这里有4季主题灯区，7座大型光艺术装置。10月1号到11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北香湖，浪漫在嘉义。